做事情竟然这么不成熟，以后公司怎么敢放心交给你？随便啊。报告，报告，把你带来了。为什么非要跟你们挑的人结婚呢？这样的美女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啊，我还能挣两万块钱，没有事哦。Hello， 太原，我室友了，耶、！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在啊？是你。哎呀，老师，这么好，怎么样？好可爱，你恩。绵绵绵。2月24号晚上10点，忠实翻唱画面一定要看哦。